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陆云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汉语。Today, we will discuss the topic about performance, 表演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词语。动作，演员，演出，拉，进行，对话，数字，目的，准确，调查，错误，合格，负责，比如，牙膏，毛巾，皮肤，方式。 Okay,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进行。好的演员会用感情和观众进行交流。进行也可以用在正在进行 to express being progress, just like 正在进行比赛，正在进行表演，正在进行讨论，或者正在进行调查。我们来看，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小短文。只有动作，没有感情的表演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一个好的演员想在演出中要拉近和观众的距离，就要学会用感情和观众进行对话与交流。好，让我们再读一遍。只有动作，没有感情的表演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一个好的演员想在演出中要拉近和观众的距离，就要学会用感情和观众进行对话与交流。好，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。表演要具有生命力，应该重视什么？重视 means pay attention to。 生命、感情、动作、感觉。对，我们的答案是 B, 感情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要学习的词语。负责，我们可以说对谁负责，也可以说什么事情由谁负责。我们来看句子。我们的新闻报道要对读者负责。这件事情由我负责。对谁负责？由谁负责？好，我们来看下一篇小短文。新闻报道中使用数字的目的是通过它们来说明问题，所以这些数字必须是准确的、经过调查的，不能出现错误。只有做到了这几点，才是一篇合格的新闻报道，才是对读者
负责。现在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吗？新闻报道中的数字是什么样的？ A. 不易理解， B. 使用随便， C. 让人失望， D. 不能出错。错 is 错误， mistakes，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？ D. 不能出错。好，我们下边来听一段话。我们听的时候要注意这两个问题：说话人在介绍什么？说话人了解了哪方面的知识？好，我们开始听录音。这个节目我一直在看，他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，比如怎样选择牙膏，擦脸应该用什么毛巾，怎样远离皮肤病，什么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。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，现在通过他了解了不少。我们刚才听到这段话里有比如，我们以前还学过例如 ,we have learned before。这两个词都是 for example, such as 的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个句子。我喜欢运动，比如骑自行车、打篮球、跑步等等。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等等换成什么的。我们用比如和例如加上等等和什么的来表示 and so on。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，请注意这些词。这个节目我一直在看，他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，比如怎样选择牙膏，擦脸应该用什么毛巾，怎样远离皮肤病，什么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。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，现在通过它了解了不少。好，我们试着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吧。说话人在介绍什么呢？说话人了解了哪方面的知识呢？对，说话人在介绍一个电视节目，了解了很多生活方面的知识。我们的词和语法点都学完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。动作、演员、演出、拉、进行、对话、数字、目的、准确、调查、错误、合格、负责、比如、牙膏、毛巾、皮肤、方式。今天我们学过，好的演员会用动作拉近和观众的距离。你参加过演出吗？ To attend performance? Hope to join us and share your experience. 再见，下次课见。